为啥不发？王鹤棣，98年出生的新生代人气偶像，出演新版的《道明寺》让人眼前一亮。就不会老老实实待在我身边？实力与演技兼顾的他，在球场上更加耀眼。去年和冠军失之交臂，今年我回来找场子。欢迎回来，王鹤棣。哎，欢迎回来啊！我们看看演播室又是哪两位贵宾来到？欢迎，实在欢迎王鹤棣，欢迎弟弟。好嗨哦，他们两个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、啊，很默契啊，这是练过。很默契，练过，练过，啊、练过，练过，练过。哎，这个弟弟是第二次来参赛，去年输了一分、对对对啊，等了一年，今天是抱着什么来的？一年，对，抱着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来的？今年是？今年来就更放松，更享受，就。